就不想骗你。Hello。Hello。Hello, hello。晚上好。好困呢，刚吃饱饭。Hello, hello。也没有，我就最近很想这首歌。就是最近很喜欢《路过人间》这首歌，然后我才发现路过人间这首歌是那个什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之前我很喜欢的一部电视剧的里面的一首歌。但是当时我对这首歌一点印象都没有，这真的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发现，因为感觉这首歌和这部剧的内容没什么太大关联性，所以我记得特别不清楚。直到我今天，我最近这段时间突然就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哦，它的歌词特别很有内容。但我一看到是，哎，这部剧这有什么关系吗？好像又没什么太大关系。嗯，晚上好。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剧这部电视剧它可能突出的点除了剧情还有一个就是它 BGM， 但是我真的当时真的没有 get 到这首歌和这部电视剧的关系，虽然说现在也没有 get 的，但他的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听。嗯，晚上好，你们有看过吗？《我们与恶之间的距离》，我已经不记得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了，我觉得内容特别的好。嗯，真的好看，我记得当时很多像类似这样的剧，比如说什么，非自然死亡，好像是这样子，好像那段时间好像是一起出来的，好像也没差多久。我记得当时特别喜欢看这两部剧来着，嗯，对。然后但是非自然死亡里面有一首特别出名的《Lemon》，对吧？对，它不仅是剧情，它的那首歌都就是很融合这部电视剧。但是我没有发现《我们与恶的距离》和那个什么《路过人间》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觉得《路过人间》这首歌比较偏向于感情，但是呢，《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电视剧和这个感情好像没有太多关系。嗯，对，是的。就是特别是像日剧里面的一些 BGM， 你不知道他可能不知道不看重你不看翻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他却能恰到好处的加分。然后你去看了一下歌词也发现哎也非常好。嗯，晚上好。对，这个大概就是我喜欢日漫和日剧的很大部分原因。嗯，但是最近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国产剧，不过好像好多都是一些感情剧。嗯，对啊。我没有，最近没看什么日剧。我最近有什么比较流行的吗？最近没有什么比较流行的吗？有吗？有什么吗？最近好像五礼物剧场是什么？有听过八角亭讲是啥？哦，隐秘的角落，这个是真不错，是真不错。
哦哦哦，我都快忘记了，原来他要出新的了呀！我觉得那个系列好像挺多的，就那迷雾剧场还挺多的。那个不是绝绝子吗？谁都不记得，不记得那个。阿角亭讲的是啥呀？晚上好。他讲的是啥呀？八角亭，八角亭，不会是在亭，亭里的，这是爬亭了，爬亭是什么东西？我也觉得好像最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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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云南的那个什么虫，那个之前有挺多，之前有聊过。亲情确实，哦。那不是感觉和感觉和是不是感觉和那个还不错？哎，不是，哦，那叫什么来着？挺好的，挺好的。哦，那好像不是太大的关系。命案，好的。为什么这歌都这么？要放。这些男团我还没看过，嗯，可以，可以，最近有时间就去，正好下饭剧，目前没有找到，嗯，挺好的，哒哒，什么？沉默真相是什么呀？好像有听说过。他讲啥来着？我有看过吗？我有看过吗？总觉得有看过，又好像没看过，不记得了。沉默的真相，搜搜看。沉默的真相。好像没看过，我只记得哦，好像有看过，好像没看过，再说吧，再说吧。对，我记得当时，那个爬山那部剧火了之后的。那一系列都挺让人期待的，但最近不记得了，都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儿了。他都已经更新了很多了吧，除了你们刚刚说的真相和八角亭，应该还有其他的吧。哎，我今天头发怎么这么卷呢，受不了，明明没有卷，明明都没做造型，卷的越哒哒哒哒哒哒哒，会不会会不会哒哒哒哒哒哒，噔噔，今天为什么化妆？因为要发微博，因为要完成 KPI 呀，因为可能吧，因为每次我喜欢睡觉的时候把头发全扎在一块，这样子了。受不了，而且这头黑头发长了这么多，又得找时间，我要找时间等33.1公演完，二号我会找时间，或一号找个时间去把头发染了，因为之后有个工作要黑头发，哪帅了，这个卷头发你们今天跟我说帅。也不是完全染黑了，我都说不会染黑。
染棕色，染自然色，不会染黑，绝对不会染黑，染棕色。我染黑，我简直就是脑瘫了，我才会染黑。嗯，我绝对不要，我要去染个棕色，染黑就是绝对不会再犯第二次。嗯，我不想再等，我不想再等这个头发了。嗯，为什么这歌都这么悲伤啊？我们比较开心的歌单呢，开心的歌单，开心。专制不开心，甜度爆表的小情歌，专制不开心。谢谢荧光棒。我觉得头发太随意，真的太随意了。我们是那个什么生日公演。我去问姐姐，姐姐说也有十分钟，跟星座生日鬼是一样的，每个人表演时间就十分钟。就我觉得就多了一个环节，就是一个从一个人练习变成两个人练习，那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吗？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是呀。我去问姐姐了，才十分钟，就是表演环节加起来十分钟，不算串场和换衣服时间。嗯，星座生日公演快乐。你们都看扩爆都来了对吧，星座生日公演能晚到哪去？对啊，四五分钟，其中十分钟那个嘛，还没有，谁说四五分钟的？没有吧。我去问了姐姐，也就十分钟，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剪了一首歌，然后把三首歌报上去了。传说，那四五分钟里面其中有十，不可能。我不记得了，我问了。我没有说过我多少分钟、啊，我有说过吗？我没有说过吧，不可能四十五分钟吧？四五分钟是加上念信，不能超过四十五分钟，如果超过要罚钱，对吧？但是表演环节的时间是确定了的，这个应该是限定的是念信的时间吧？就是表演环节结束后的那一长串时间。嗯，怎么了？怎么不是这样？本来像，不然为什么念信只能限定两封，多出来就要被罚钱，对吧？这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有的呀，一直都有的呀，之前不都有成员多念了一封还被扣钱了吗？就是整个公演时长现在都是有限定的，就像我们现在普通公演也是有限定的，就有时候 NC 前面的 NC 讲慢了，就大 MC 如果你讲太多的话，小 NC 就得缩短时间，如果你大 NC 讲得快了，那你小 NC 就得多讲一点，就是有一个最起码的时间在那儿，就最少你要到哪多少时间，最多你只能到哪个时间，就是你如果你讲多的话呢，你在后面的那个时间的话你要缩短一点，然后你讲少了你后面时间也补上。这是一个公演规定。哎呦好嗨呀、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国庆那几天嘛，不是因为也是比较特殊嘛，
让我们项目多讲一点，因为大 MC 太少人了，所以他让我们小 MC 多讲一点。他说你还有多少时间，然后呢还要算上我那个机长时间的呀。嗯，有一次我们还有，我记得还有几分钟就要被扣钱了。我们都说快点快点快点，再不快点的话这个今天的公演就白跳了。是，就是大家就相互催促，快点快点快去机长，不能出来太慢。真的扣了钱的今天真的就白跳了，你们以为啊，本来跳一场公演就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也算是一种催大家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内，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有效率的工作效率吧。嗯，哒哒哒，真只有你光听，哒哒哒哒哒哒，好好快的歌。你的我的想你，哒哒哒，对吧？但都过去了，后面的话会越来越好的。嗯，后面一定会越好的。你再发我去，笑死！嗯嗯嗯，对对对。然后我听说，我看有粉丝说12月18号有四六级考试，是吧？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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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绝对不可能12月初，我觉得往后调了一下。然后11号和18号，25，再下一周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的话又不可能，对吧？所以就只能，可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在18号那天，或者说在11号那一天。对不起我，不爱我，不爱我，我不爱你，拜拜。下一个，这么烦。哒哒哒哒。不是，真的很烦。嗯嗯嗯嗯嗯。哦，就没有啊？这些歌单都好老啊！啊，最近真的是什么都断线，处于一个断线状态，无论是音乐还是剧。都处于一个断线状态，但是我最近不是，虽然最近因为疫情所以解说不是没去成嘛，但我也在努力苦练我的王者技术。就我之前不是都是玩中路和游走位最多嘛，我现在我是一心在养老路上，我一心在对抗路上。那个完了，以前女孩子有种女孩子小心思，就是只玩那种放完技能就走的，就像法师那种，打完技能套技能的，只要还有命就往后走的那一种，对。结果呢，现在因为我觉得在前，就是像对抗路都是一些前排嘛，前排上去一套打后，就是总觉得很没安全感，而现在呢。我觉得在前面挺有安全感的，对抗路真的很好玩，真的对抗路真的是养老路，请你不要，就请大家不要来对抗路上打扰大家，打扰我们solo。我心之所向，想和你一，嗯嗯嗯嗯嗯嗯嗯，对呀、啊。哒哒哒哒，因为我怎么说呢？因为我像这种以前都只会玩一条路、两条路的人，人家肯定更希望就是怎么说？就是其实上解说那边也是要有要求的，就是要玩过所有上赛场的英雄，因为你玩了你才会知道他的操作思路嘛。你光知道技能是不够的，你得知道他对线的强能度，对线的强度和。对线的优势在哪，和他的这个英雄特点在哪，还是要自己去玩的。嗯，对，要加深英雄池，是的。
不然你每次只能说那些东西。就是其实我发现，其实解说很多时候介绍一些东西其实都很单一，就其实有些东西大家就一而再再而三在讲，对吧？大家其实很多人都看过解说的，一般都知道，就是需要更多丰富一点的内容，但也得靠自己去实践才能得到。嗯，因为我以前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候，我就会去学学他们，常常讲的都差不多。嗯。你赛季强吗？你玩的强，他在哪个赛季都强，好吗？我觉得真的王者荣耀的游戏没有什么英雄是最强的，也有吧，但是真的看你玩的好不好。如果你玩的不好，在你手上都是废物。我不擅长，不过马超真的很吃操作。不，甄姬其实他太脆了，他可以在甄姬就是之前没解说之前，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有些英雄上不了赛场，所以有些英雄到现在还是不是很理解了，但是他可能相对于其他英雄，一些经常能见到英雄来说，他可能会不太完美。自己看哪个英雄加强了，自己用眼睛去看。我什么都问我，课本专让自己去看。无需。明明就像是一加一的答案都在上面了，你偏偏问老师一加一等于多少哦。是啊，又想听我说，我就不说，我不想说，哼，不说。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现在？那你还问我？你甚至可能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更新新的赛季，或者是说新的那个什么加强了什么，对吧？我发现了，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多跟我讲讲话，或者是多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什么之类的。突然看见原来以为你放的日子真的不见了，不知道发什么。知道，我也在想努力的跟大家聊聊天，但感觉和大家聊得不到一块，无法聊到一块。轻轻慢慢唱，谢谢糖果，晚上好，谢谢荧光棒，谢谢滴滴的夜蝶。小飞，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星期吗？我们的后那些就写出了前四首之外的东西，是吗？没有啊，不是我们除了前四首，后边要改点东西。对，我你们倒是知道了，你到时候看公演呗，我干嘛给你们讲那么多啊。生都有关于你，对啊，不是一个平淡的万圣节吧。
的风，九月的雨，九年的风景，林作里的夏意多美。我想的，我那我想了，我到底要干什么好？我当什么好？然后我们最后，我吴亦菲、闹闹还有西西四个人整了一个，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嗯，我们尽量两场都不一样，只是在尽量、尽量、尽量。嗯嗯嗯，哒哒哒哒哒哒。因为两场，因为那个握手会不是两天嘛，33亿都有握手会嘛，正好两场都有人要那个，所以我们就说那两场都搞，两天都搞。嗯，也没有什么大活，也就从只是从衣服上面变了一下。以前的话，像万圣节特别公演都会在场景上做布置，但是我们这次也搞不了那么多。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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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了解干嘛？怎么可能会有其他新的曲目啊？这要报备的。现在很多东西，特殊的东西都是要报备的，不能搞就是特殊的曲目都是要报备的。除此以外的东西都不给，普通公演上都不给的，懂吗？我们不能像以前那么想加什么加什么的，懂吗？衣服不知道没限定就不错了。所以像本来之前说好的前奏曲、前作曲和最后的返场曲，这些目前可能都搞不了。对，因为像这种放射特别的东西的话，要提前申报的。嗯嗯嗯，不能那么没办法，是啊，没办法。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也会努力的。为什么感觉听着说啊，什么都没意思？拜托，我们本来就普通公演啊，我们只是在普通公演的基础上想去增加点东西罢了，想太多了都。有一道心跳到不行，也还好吧。如果就是我们不能确定已经肯定在报备前那么段，因为报备要很长一段时间嘛，你不知道我下一场公演要干些什么，所以一般这种报备的话，应该算是在特殊公演，就比如说大的那种，嗯。我们的心情哇，其实的哎，有公演就不错啦，好吧。笑死。我们小肥的名字不是改了吗？哼，我们的小肥的名字是上一个设计变 ING。 哎呀，这头发。都心跳到不行，缓和你，也不是心情声音吧，就是，哎，只是说，像这种就是发生的突然，就感觉这段时间发生的突然事情特别多，嗯。嗯，我从今天好，从下来开始，我要开始提我们的公演名，欢迎大家来看 Fiona 的执着、执着、执着。晚上好，大家好。索纳加大妹，索纳加火纳，小小哥，么的么的。说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我在中式的时候，日那认识中式的时候嘛，就是有一群女孩子站在酒店外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在讲自己曾经跳过了什么样的舞蹈，
出了怎么样的 cos， 然后呢是我一个人一个小白，因为我不知道什么 cos， 不知道什么除了反正就是一个小懵懂。然后呢我就听他们那讲恋爱循环，我说什么啊，然后我就看他们在现场跳，然后一个人跳了呢其他人也跟着跳，我说哇我这首歌怎么大家都会跳哦。也是哦，我跟他们的世界真的不一样。以前的世界我真的就是学习学习。我认识四八是因为一部动日漫呢，真的。那个梦幸せなよ。谢谢记得南瓜。没有进不了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没，但是他们还是进团了呀。有啊，我有认识的小伙伴进团的，就是不是就是跟我一起的时候，他会这首歌也进了呀。时时刻刻虽然也没什么关，也不是说因为这首歌，还是说不因为这首歌才进的。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很玄学，就是你不一定表现的好，或者说你一定表现的很差就进不了，就好随缘。反正我记得我肯定当时唱的歌很难听，跳的舞也不好的，说实话肯定的。而且我当时在学，就是我们要一个晚上加上一个白天学一支舞蹈嘛，然后那个舞蹈又有点难，然后我当时也跳错了。但是也有其他人跳错，但他们也都进了。晚上好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至少能跳能唱能跳才能进来吧，但我没想到原来四八真的是不同人，就是不同特色人都有。这就我觉得四八很神奇的地方。真的蛮神奇的。没想到连我都在。我以前土妹儿的老土了一个人。我真的觉得我能被选进来真的很神奇，好土啊，那时候啊真的土死我了，以前那个刘海啊真的土死了，救命，谁会剪个那么锅盖洞，全都是刘海的刘海。期待你发现我的爱。元气。可是我以前真的是因为元气，被大家知道的吗？我发现。元气只是舞台上应该要有的，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元气被大家众说的，也不是众所周知，就是被更多人知道的。我觉得元也就是可能元气不是关键词吧，对我来讲。
那种，我觉得我是真正我觉得被更多人知道的，更也不是很多人知道吧，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每个时间点的契机都好不一样哦。嗯，谁气人了？无语。我跳，哎，不对，我本来就不属于那种很听话的那种类型，好吧，不是那种听话，不是，就是你们叫我做什么就做我那种类型嘛，那种听话，我不是那种类型的。如果你们是因为这种类型来犯我的话，那肯定犯错人的，对啊。你们是在不是？你们是在喜欢我的时候发现，哇，我欺人更迷人了，然后才喜欢的我，对不对？我真的，你们怎么可能是因为我乖喜欢的我啊？不可能，我哪乖了？谁敢说我一句？我恨不得怼他十句八句十。所以嘞，那没办法了，对吧？你有什么？你不能老是把气人老是拿来说。我乖是乖在哪呢？我乖的点和那个点不一样。我乖是我知道给自己知道自己想要自己要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你们的乖呢，可能在我看来就是，我就又不听话，又不吃饭了，又没有好好睡觉，又三餐吃一餐，真的是，嗯，对吧？我都懂你们，那没办法嘛，我本来就不属于这种乖乖类型的，你们要强迫我当这种乖乖类型的我。Sorry, I can. 嗯，但 Sorry， 是啊。冷的话，炽烈的冰雪，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微微从不停歇。什么就想干嘛就干嘛，怎么可能？你们就说这种好话，然后被撕一下，这个臭小子又不听话，气死我了！不是这样子的吗？多少次跌跌撞撞才学会坚强，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再勇敢去闯啊。哈，不是对你们了解对你们了解比较多而已嘛。对啊，这不是啊，我觉得你呀，就是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以为他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都是我们。喂哎哎喂哎哎，哎哎哎喂哎哎哎哎哎，你们最近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我可以勉强听一下。再学会坚强，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
是吗？下面多想说的，嗯，好吧，其实我也没想对面，我有什么想对面想说的，嗯。喂，哎哎哎哎哎哎，喂，哎哎哎。什么？那是不可能。嗯，哎，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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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了，不去成了，不去了。嗯，哦哦，让这喧嚣世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微微从不停歇。我不干，我最近不要，我要开始好好的工作，不去玩了。先把我的私人公演搞定，私人公演搞定，然后去找干什么玩？干什么？现在在北京实习工作了，他已经就是他看起来人生性的第一步，我要等到时候不忙了，我就去北京那找他玩，然后找他去一起去去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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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玩耶、嘟的你听地清真的真流水。异空间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去异空间？再说嘛，其实我其实说实话，我对环球影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是我又想说有机会去北京看看他，因为其实我也很久没有去北京了，也跟他看不看他没什么关系，经常在海口能见到的，对吧？但是也不知道这次他开始工作，这是他开始工作了，对，他终于开始工作了，之后会不会也很忙很爽的回家？八月正午的阳光，你就没意义。我就觉得，哎呀，就有点像当时刚工作的我，看着他开启了人生新的规划，好不错呀！不把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零百五不吐，零百零外吐，真的真了水。是呀，是呀。但是哎，还挺担心他的，因为刚入职场的话其实有很多压力吧，就之前也有收到一些粉丝说刚工作了压力，就是觉得虽然他们觉得开始工作之后呢会开变，就是人生开始自由了，但是只有我心里知道，只有那种过来人才知道啊，哈，恭喜你没了自由，从另外一个坑掉了另外一个坑。但是我说是的，又要开始新的人生规划了呢，人生自由从第一这一步开始实现了，加油。哎，因为真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打工上班应该非常自由，不像上课一样每天就是要上课，上课要考试，就很烦，就很赚钱。对了，结果嘞，好不容易工作了，发现赚钱一开始根本自己都养不活，哪来自由啊？你想每天都要想着怎么去加班，哎，去或者打第二份工，对吧？对，但是人总是要面对的，对不对？我那养活自己就没有，也没有自由，怎么就没有自由啦？你还可以，你喜欢什么，想去做什么，都没人去限制你，这也是自由啊，不是说。不是说一定要去做自己想，就是可能会比较大大小小方面的自由都有吧。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啊，就是真的觉得有时候连养活自己这件事情都做不到的时候，都谈何来的自由？
对吧？哪里？哎呀，我不想讲这种东西，我反正每次我都讲一些大道理给大家听，我不要。我从今开始呢，我要做一个正能量，不讲大道理的。笑一笑，我不要。以后不准跟我讲点东西。从今天开始，我要不跟你们讲道理，我要跟你们多讲一些日常。嗯，我不要，我不跟你们讲。我不要，我觉得大家肯定更想跟我讲一些日常。只是你们不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想讲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可能是因为最近思考的人是比较多。最近发生在我身边，主要是这一年来我成长的就是经历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感悟很多，然后跟你们讲的也会很多。嗯，嘟嘟嘟嘟，我以前记得我还曾经说过，我很不喜欢给大家讲一些什么道理，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每个人的人生感悟，我没必要把我的价值观强加给你们，当时是这样想的。结果没想到呢，这一年经历的太多了。嗯，啊，为什么要叠被子呢？不叠。人家说不会整理的人 IQ 才高，创造力极强，所以我从来不叠被子，为了我的创造力。对，我想看到那些说什么什么那样的人，其实是一个就是不怎么整理房间的人，其实他的创造力非常的强。这就是不整理房间的原因吗？我觉得我创造力真的很强。哎，我没有不整理房间，我的整理比较少，但是我也整理房间，我比较喜欢丰富点的。谢谢生的南瓜，我经常也在整理房间了。我那天还打扫了一下我们的厨房那个上面。嗯，只是心动啊。哪有我和小飞的布局，除了每就是自己的，就是我自己床下是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所以我可能不想整理。就是什么，我每次一回到房间里，就会把东西往这里一放，然后就开始直播。然后呢，直播完都已经大晚上了，然后就回去睡觉，然后睡觉起来呢，早上可能有工作，我就更不理他了。然后就会拖着拖着到某一天我又开始整理的时候，我会全部一起整大理了。嗯，然后呢，他大概是因为他整理的比较多是他那一部分，然后还有沙发，算是叫公共区啊那种地方。嗯，没有，这叫什么，毕竟自己的空间自己舒服就好了嘛。我也觉得没什么啊，主要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放哪，你们知道吧。我之前规划的不是说下面有个桌子嘛，桌子上还有个电脑，然后也不是电脑，就是东西大的显示屏，就可以平时然后 iPad 就可以连到这个显示屏上看比赛，我就做作业比较方便嘛。结果好家伙，那个桌子到现在我都没收到，我都要想退货了，结果发现退货的界面已经打不开了，就已经久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那个椅子我最近也才拿出来，就是桌子就是配套的桌子和椅子，那个椅子其实搬到旧中心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但是我到这个星期我才把它拿出来，才把它搬到走廊上去晒太阳。嗯，就我发现我的生活和我想象的生活和我现实的生活是两个极端，没有所谓的桌子，我现在就席地而坐，也没有了，就买了一个毯子，然后坐在毯子上面，
然后呢，但是这个是在规划内的，就是在我的在这个墙壁上贴一些好看的 ins 风的照片，拍照也好看的那种。然后呢，背景的话又会不一样。这是完全按照我想法的一个设计。然后买了这个台灯，也是在我印象中这个台灯是可以放到这里面的，这个就是下铺嘛。结果好家伙，它高到完全放不进来，它太高了。所以而且你被我当成夜灯在使用了，就是晚上全部关了灯之后呢，就开那盏夜灯在那儿，然后再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了。就是没办法，生活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太一样。当时我本来想把这个灯给它去卖掉的，我跟你们说过太高了，结果呢到现在也没卖掉，也不是卖掉，就根本就没卖，然后就一直拿到现在一直用。嗯，我现在坐毯子上，我说了我坐在毯子上，真的是，对啊，哎，然后就是我搬回来的时候，我又开始就是旧东西新东西搬过来，我就开始去又飞来跑来跑去，就又没时间整理。就我现在有时间整理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只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嗯，什么十六人格测试没测过，没感不感兴趣的东西，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格，想干嘛就干嘛，不是比较哦，不是想干嘛就干嘛，知道自己应该干嘛不该干嘛，然后克己啊，严以律己的一个人。嗯，严对，我发现大家的确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大家跟不上我的话题，因为我跳得很快。你还要测试在 B 站上面吗？有意思吗？让我测试一下，我看它准不准。因为我发现人的话是要了解自己的好，不然你通过其他的文字去了解你自己其实不太真实。让我看看它是不是真实，在哪里的呀？十六人格，十六人姐妹格，是那样吗？当然不准。那还用我撤啊？这个嘛，互动视频十六型人格测试，你是哪十六人格？好的，开始了。十六型人格测试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下一个，答题。好的，开始测试。你通常，我通常和别人容易混熟，趋向自处。当我要外出一整天，你会计划你要做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做？你要外出一整天，说去就去。要外出一整天，计划你要做什么和在什么？计划你要做什么？外出，都有哎。计划，就是如果明天要，哦，那肯定是 A。你宁愿被人认为是一个。你宁愿被人认为是一个，这个吧。你是否经常让你的感情支配你的理智？情感支配你的理智？这都是什么题啊？你的理智除了感情支配你的理智？理智住在你的感情，这个在社交聚会中，你社交聚会，当你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一个大项目，你在开始的时候会哪些人会更吸引你？哪些人会更吸引我？聪明的人，就是我。较高的概率。我觉得较高的赞誉应该是理性的人。大多数人会说你是一个我觉得大多数人会说我是一个重视自我隐私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觉得我是一个很重
你看吧，我都会非常了解你们了解的我，对不对？所以我对我，按照程序表做事，程序表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我觉得和你们觉得是一样的，觉得自己的计划，会不会规划做事？明白了。你通常较喜欢的科目是？我觉得很束缚，就是我不喜欢立 flag 的原因。你通常较喜欢的科目是？我喜欢数学。数学是讲究概念和原则，还是讲究事实和数据的呀？这有区别，有什么关系吗？我通常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是讲究概念和原则吗？还是讲究事实和数据？数学好像都有。我发现这题目我得理解它的很多东西我才能选择，我觉得它题目太广泛了，不细致。按直觉选啊，我喜欢事实和数据的。好的，那我就按直觉选了啊。我倾向重视感情多于逻辑，重视逻辑多于感情多于逻辑，感情多于逻辑，逻辑多于感情啊！你喜欢花很多的时间？我喜欢和一个人独处，这个毋庸置疑。一个人在日常工作中，你会颇为喜欢处理迫使你分秒必争的突发机会，为乐趣阅读时，你会。阅读时喜欢作者有话直说。要做决定时，你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做决定时你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哎，你通常与人混肉。我通常比较冷静或矜持，他们说我高冷的原因就是你做事多数是。你做事多数是按照当天心情去做，拟好的程序表。那我这个题和前面那不是重复了吗？假如你是一位老师，你会选教以事实为主的课程，涉及理论的课程，事实为主，理论课程，理论，事实就是你是个好人，所以我要一直说你是个好人。为什么你是个好人？而理论的话说，为什么人是个好人？为什么这个人是好人，是吗？在一大群人当中通常是你介绍大家认识，别人介绍你吧。把周末期竞争完成的事列成清单，这个主意会和我心里。你会跟哪些人做朋友？你会跟哪些人做朋友？正在计算测试结果，让我看看啊。测试完成，让我们看看测试结果吧。好的，让我看看你的测试结果。检查者人格类型的人被认为是数量最多的，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3%。检查者他们有很多明显的特征，例如正直、务实、恪尽职守，使他们深受家庭以及用户传统规则标准的组织的青睐，比如律所、监管部门和军队。这种人格类型的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努力完成目标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他们会毫不吝啬时间和精力，耐心准确地完成每个任务，还不如独自一人。如果你尊重你的名誉，就结交那些优秀的人。代表人物：胡歌。但是日常求一波点赞，笑死他说是这个，然后这里写了一个单身汉，你们看到没有？单身汉，已婚单身汉。他说我适合单身的意思。
澳洲的代表人物胡歌。然后呢，这里就有几个人，一个是忘记名字了，就白书生是迎娶紫薇格格，然后重楼是已婚，然后呢女主是小这是啊我这是什么，我看看是什么，我不给你们念了吗，就是 ISTJ,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啊，我就这样的人啊，你去啊，你们不觉得的吗？ ISTJ 是啊，与不适合的人的在，与不适不合适的人在一块，还不自己独自一个人，对啊，我才不会把我的精力浪费在不合适的人身上或不喜欢的事情上面呢，对吧？就很真实啊，如果你尊重你的名誉，就结交那些优秀的人，优秀的人，我身边都是优秀的人呀。嗯，我觉得很正常。他的这个，我觉得还行，就的确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人，到现在，不然我能怎么能当班干部呢？对不对？对吧？正直务实。哈，哎，我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每次想话才会小心翼翼，对不对？还行，但是个单身汉呢，我不能说些什么。我当过纪律委员，但是当时纪律委员是检查大家看做眼保健操的，嗯。对，有当个班长，也当过团支书，也当过各种课代表，还有生活委员。嗯，还行吧，这样的结果算是在我意料之内，就是挺普通的一个结果，说实话。我以为他会说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呢，也就这样吧。我觉得像他说的，我觉得现在大家知道的我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我。单身其实没什么不好的呀。ENTP 是什么东西啊？ENTP 是什么？我是检查者，还检查者？对，你们说什么？你们是被检查者？合不来的，还好吧。我觉得人不可能完全合得过来的，总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说100%都是能合得过来的。对啊 ，PPT 不的 FP 有什么东西？因为 TP 有 FP 的，是啊，我发现其实，所以说，我觉得能遇见、能认识、能喜欢就是一个缘分，嗯，因为我真的发现还是有很多人跟我的观点不同、不符合的、不是同样的。嗯，但是就是可能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人格才会能相互吸引，但是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才会有更多的交集吧，相反罢了。嗯，但是我觉得也注定不了什么，每个人也不是说一定这个和这个一样才能跟这个和这个一起玩，也不是啊。嗯，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嗯，为什么都是好人 ？We are the good friends。对啊，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在。对，嗯，的确啊，我觉得做的东西
它只能代表你是个怎样的人而已，但是它不能影响到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啊，不是吗？你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可能这样的人非常多，但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嗯，哼，你坏有多坏啊？我也挺坏的，毕竟我不坏，你们不爱嘛。那我是有多坏呢？你们说说看。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个坏人。你们可能以后知道我哪里坏了。不要开玩笑，开玩笑啊，怎么可能坏呢？对吧？也不是那么坏了。Don't worry. 哎呀，都困了我。再聊些什么呢？不聊，我就是聊些啥？快点，跟我聊天，说我已经困了。不想喝。不想吃。你们怎么问我想喝想吃什么？我是猪吗？一天到晚的问我吃喝。不给看，胡须不给。我不会劝你们入团的，没必要。你们会有更多想做的事情，即使不在团里，每位会也会去做。有没有了？也没有了。你就想入团，你入得了吗？你就想说个大白话，年龄都过了，对吧？真的是。怎么了嘛？怎么了嘛？可恶，你就可恶吧。不会啊？为什么会？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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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音乐了？哦，因为我刚刚去测试了。那我们聊到12:30就关了，太困了，无法聊清醒了，现在太困了都。我哪里为所欲为了？如果哪天要是真的为所欲为，你们大概才会吓到吧。为什么你们总说，最近总是在说我想干嘛就干嘛？奇怪，然后就又说，你又是因为我们喜欢恃宠而骄，不可以这样子。那我发现你们的快乐也是怼我，怎么把
发现了。对的，你们的快乐也是让我就是让我无法怼你们。这哎，虚构总我们还一起听过吗？是吧？我都觉得我们听了好多遍了。这没听过吗？放过了吧？没吗？真的没有吗？我现在我以为我们都听过很多遍了。放过了吧？不可能吧？我要跟你们说这首歌当时什么样子来着，然后这又怎么样子呢？哦，是有首听。对啊，其实我没有聊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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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什么时候把我们的 MV 放出来？谢谢小 K 的南瓜。别再问些什么，否则多出规则。不论不论个人继续伪装清澈，想辩驳什么？就是底色已经被众人所决定了。这词真的写得很好。嗯。凡事想谣言不谋而合，不想掩饰什么，虚荣下的罪恶，只是。眼神，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能不能不放？为什么？为什么要说这种话？也像是放本能一腔炽热，哪怕被注视之日渐苦涩，脱离了想象的我会变成什么角色？要开始 rap 了。就算我分不清对错，就算我道不出因果，依旧抗拒着恭维被哄藏的冷漠。就算我从不说难过，就算我再不显脆弱，依旧渴望着与水冲掉去解无浊。就算我愿我只沉默，就算我一力不推脱，依旧坚定着本性不被标签剥夺。人们口中虚构，我就能自称做揣摩，无法取代我。人们的口中最多就只能算作揣摩。哇，对的可真久的词。衣服啊，就两套。我路过路过流继续伪装清澈，不就都是两套吗？一般拍的你就已经被众人所决定了。就算我愿我只沉默，就算我一力不推脱，依旧坚定着本心不被标签剥夺。就算人口中虚构，那就只能算作揣摩，无法取代我。是呀，毕竟我是练过几道黑的人，这个对我来说，只要知道词是啥都还是能唱的。就算我分不清对错，就算我道不出因果，依旧抗拒着恭维背后藏的冷漠。就算我从不说难过，就算我再不显脆弱，依旧渴望着血雨中掉去解无浊。就算我愿我只沉默，就算我一力不推脱，依旧坚定着本心不被标签剥夺。人们口中虚构，那就只能算作揣摩，别再定义我。哎呀，你们没有看舞蹈版，它有个动作。哎呀，哎呀，不能给你们做，哈哈，可惜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呢？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个月，好吧。10月份。
但是要感觉要隔好久出一个。嗯，为什么要呜呜呜？我们来唱歌吧，唱什么呢？你们想听什么呢？啊，没必要，我都是我就会唱那几首歌。我们最近想，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也跟你们分享过了。那我们来唱这首吧，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路过人间》，但挺难唱的，我觉得。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耀眼，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啊，真的好困，怎么回事？是啊，还有头发卷的，别卷了。是啊，不会唱歌。Hey。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人回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极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反悔，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嘿、hey, ，别再猜，他可曾想过回来？嘿、hey, ，醒过来，你很好，他也不坏。快快抹干眼泪，看桃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曾经辜负难为，这才被亏欠，路过人间，一直这轮回，幸运一点，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见。都不相见。词真的写得很棒，渺无人烟，无人可怜，来这人间。有多浪费，浪费吗？不浪费了，所以大胆去爱，大胆大胆去爱，大胆去大胆去做吧，就不要浪费，对吧？这种棒，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歪图喜烧的扁儿的饼，对这个剧很好看。
入人间。我不要过路，路过，嗯，但是每个人都是路过人间，对吧？再唱这首，嗯。我很想唱这首歌，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在舞台上唱，会反射。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近很喜欢，感觉最近都是嗯。他把青苔似时间想成一片原野，好低啊前面。这座温柔的山城容不下那世界，蜿蜒小河奔流向南国，他曾在河边拾到琥珀，很多年后他总算发觉这是此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是啊，他有含泪的决绝，期待中能化蝶，爱到不计较后果，恨到天崩地裂。哦，心里写便能在泥土里，离合悲欢看看都走遍，为了忘记不停的工作，才明白高贵的琥珀也无非是石头。看清楚愿望更高越是寂寞，故事越深就越没有人听他诉说，不如用半世凉薄换个容身的角落。他很清楚越是长大越是赤裸，谁失去谁不能活，既然曾经绽放在雪国，又何惧沙漠。很旧歌，嗯，很让人有感触。嗯，他前面太低了。他有青春的残影，幻海蓝色的谜，不由为谁而美丽，只为讨好自己。我在沙发看脸颊的煽情，放任眼泪稀释了酒意，整个假期徒百年孤寂，放弃年少时爱的歌，就能翩翩起舞。看清楚愿望更高越是寂寞，故事越长就越没有人听他诉说，不如用半世凉薄换个容身的角落。看清楚越是长大越是赤裸，谁失去谁不能活，既然曾经绽放在雪国，又何惧沙漠。孤独，我生日公演没有想过要唱歌来着，但是我在豪歌要唱四首歌，最后后面加了一首 solo， 然后一首三人，然后两首作业。当清楚越是不愿适可而止，那些原本最后越让你若有所失，不如用余生所知写下孤单的事实。当清楚越让有人就越寂寞，虽然偶尔也想过
掀开某个红尘的角落，有人在等我。哈哈，五十，我还有四首歌。笑，猜猜看。哼，几人曾经绽放在雪国，又何惧沙漠？知道吗？几人曾经绽放在雪国，又何惧沙漠？然后我的生日公演的确加了一首夜蝶。我已经抱上去了。你们相不相信？我是生日公演，不是星座公演。星座公演我简单的只有两首歌。嗯，一首未来未来，第二首不告诉你们。又何惧沙漠 ？Yes， 然后呢？也不一定，我可能也是随便说说给你们听听罢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呢。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呢，怎么办呢？嘻嘻嘻嘻。你猜不猜得到？我猜不猜你？我猜不猜得到？我猜不猜你？哦耶，不是见到大家吗？哦耶！怎么可能未来会来十六个人啊？怎么可能？我又不主题公演，主题公演我整个十六人绝对没问题，怎么可能生日公演那种小哥搞一个那么大的？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告诉你们是什么？不对啊，不一定呢。嗯，再说吧。因为这个东西要提早报，所以嘞，肯定是已经报好了的。几人曾经绽放在雪国，又何惧沙漠。什么时候我能把这首歌练好，我就给你们唱，在舞台上唱。这首歌真的好难啊，太低了，前面那些音太低了，低到尘埃里了，对我来说真的很难。We're a ball young, my first star, you my cross my。怎么单人夜蝶？你告诉我怎么单？笑死！单人谁看呀？找头下台下的粉丝啊，一起啊！笑死！算的吧，你们，谁不知道你们想看什么呀？自己。哼，这叫自娱自乐吧。去年也提出了噔噔噔噔噔噔，你们的小心思我都知道。大概吧，猜一猜。哈，不就想看我跳双马尾精灵嘛，对吧？谁我就报了，我也报了这首歌。是吗？哎呀，当然啦，就搞点不一样的，就搞点不一样的。是吗？哇！我记得你们还真的很喜欢，一直在讲来着，然后我真的爆了，改不了了，救命！嗯，这是关于爱和冒险的旅途，哒啦哒哒，
这十分钟我报哪几首啊？各位弟弟妹妹、姐姐哥哥、阿姨们、叔叔们，啊，就十分钟时间，姐姐就给你报那么几首，你超过十分钟了，谁给你报啊？都说了歌曲十分钟，十分钟，你多报你怎么跳？你串烧吧你，真的是，还随机点歌。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我其实我不太喜欢串烧，之前以前搞的串烧，我发现没有一整首那个来的，就是一整首完整的去表演一首歌来的更好，我觉得。嗯，以前喜欢串烧来着，我今天有串烧过啊，什么大风 Beginner River， 好像就把它串在一块，然后发现不带劲。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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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觉得不带劲。要搞就搞16人的，16人一起跳才有氛围，两三人在舞台上跳没什么感觉。这一次让我再想想，反正歌定了，中间再看看放些什么东西，具体再想想。也约好老师编舞了，但还有一首歌没找到老师编舞。啊！寻小镇。有人在等我。我刚刚说干什么来着？已经到快那个了，那我们就聊到10点吧。那我们就聊到10点吧。都已经过了。我当你哭泣，你就是空气。你们想听什么歌呀？我唱过的，你们应该知道我唱过的。最近的新歌我倒是真的不会唱。你就是空气。嘿嘿嘿，我要对你说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没有你，我要怎么活下去？嗯哼，就这首。我当你空气，我真觉得想骂，不是。我当。这是我的声乐课歌曲。哎呀。开始回课了。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别刻意缩短我们的距离，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神秘。你问我到底喜不喜欢你，这问题会不会太有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现在就告诉你 ，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我要对你说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没有你，我要怎么活下去？没有要啊！明天声乐课唱啥呀？我去！明天声乐课唱什么？我和你没有什么大道理，我们都是对方的必需品，全世界我最懂你，只属你嘛而已。
你伤心就会伤到我的心，你快乐我陪你笑到不行，快乐伤心你决定，跟你一起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哦哦哦哦，我要对你说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哦哦哦，没有你我要怎么活下去。这首歌非常的很适合加一些表演欲在里边，就活下去，笑死。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哦哦哦，我要对你说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哦哦哦哦，没有你我要怎么活下去。当时我记得唱这首歌的时候，老师说你一定要带着感情去唱，然后活下去，悲伤活下去。呵，夜景光棒，为什么真的好困，眼睛又还要困的，那好困了，救命，为什么这首歌都没有把我打清醒。神秘的午夜快乐不真实，泰迪熊偷偷跟着芭比约会，只有女生下不了美，我的你在那边。睡，今天不行，真的好困，我真的好困。我下心吧，那就早点休息吧，大家。现在也才十点，还没到。快睡吧。拜拜，拜了个拜，拜拜。